点十九分，欣赏过的这首歌曲是由潘美辰演唱的《让每个人都心碎》，这是文广中文台哦。听众朋友知道吗？今天10月4号对文莱来说也是一个具有意义的日子哦。那今天10月4号呢，其实哦，是我们文莱首都正式易名为斯里巴加湾市的。大家还记不记得以前我们文莱的首都叫什么名字啊？以前的文莱首都的名字呢，叫做文莱城市，或者是文莱市 （Brunei Town）。但是在1970年10月4号，文莱的首都正式易名为斯里巴加湾市，那就是 Bandar Seri Begawan。那今天文莱庆祝斯市易名52周年纪念。为什么会易名呢？其